大谷翔平对游骑兵4-0。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今天游骑兵推出左投海默斯 Cole Hamels 先发，彻底封锁强棒大谷翔平。后援投手迪克曼 Jake Dinekman 也没让大谷有任何机会。总计大谷此战4打数没有安打，打击率下修至2.82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拥有惊人打击实力的大谷，近日打击表现陷入低潮，昨天3打数1安打终止连三战没敲安的前旱期，但今天碰上左投毫无建树，第二局吞下3振，第四局击出2杀打，第七局则是滚地球遭到刺杀出局。大谷在9局下原本有机会扮演英雄，然而他在一垒有人无人出局的情况下击出高飞必死球，天使与游骑兵打入延长赛，最终以1分之差告负。大谷本季110打数敲31安，打击率为2.82，但对左投的成绩相当惨淡，加上今天4-0的表现，本季27打数仅敲4安，打击率为1.48。